红枣米酒，你就用那个 plastic 跟它烘住啊，大概等两个星期，然后我们才搅拌 ，OK。但然后烘住了，然后还有用那个盖跟它封紧它，不可以给它进到那些其他的空气，那就很难发酵了。啊，就是这样子盖住，就等啊。一个月后就18天就可以打开了，到时候我们再见啦，给拜拜。